维多利亚之家的凉亭就是浴佛的场地，慈济志工清扫环境，在佛像前放置香汤，摆设香花，简单素雅，一切就绪，特地用轮椅载着长者前来浴佛。也透过动画分享佛陀的故事。无法不愿意出门的志工是三人一组，手捧香花香汤来到床边，一一引领大家虔诚礼佛足，借花香沐浴佛恩，更不忘邀大家一起起善念。也有人是主动拿出竹筒要做好事，爱的回馈让彼此感恩声不断，更增添浴佛后的欢喜。大爱新闻维多利亚阿罗萨斯里兰卡报道。